要孩子第20天，今天媳妇想吃点排骨，给她安排。哎，许凡，等到时候你怀孕了以后，咱俩就回农村，好不好？回农村干啥？回农村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把事情安排的明明白白了。你看，秋天，咱俩种点地儿。啊？等到秋天的时候。秋天咱俩种点地儿。春天时候种点地儿，我说等到春天时候咱俩种点地儿，等到秋天的时候，坐等收钱。完之后等到冬天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夹个小包，穿个小貂，再去打个小麻将。太幸福了吧？你会种地吗？啊？我会种地吗？好像也是。大秋天不得要饭呢？但我可以学呀。种地跟做菜似的呢，做坏了可以扔，地能扔啊？你消消停停的，赶紧挣钱，还有干活。但是我不想让你。你天天就整到旁门左道。我想你过得舒服一点，对你和宝宝都好，知道吧？回农村舒服啊？农村的环境多好啊！让我铲地啊！你怀孕我还能让你铲地吗？到时候我领孩子去铲地。你搁家干俩做饭。快吃吧。那上面做黑呢？你做糊了吧？来了。嗯哼。排骨真香。这还是老丈人拿的呢。我饭也太好了，还没有排骨了。没了，最后的。老丈人拿着买的排骨，我没少挖。嗯。还要花千把零啊！我记得我开个大车，我给你修的呢。